周天成东京奥运羽球第二天小组赛，周天成 VS 布雷斯泰特语音直播，无比赛画面不喜勿录，为周天成戴资颖东京奥运羽球加油，为台湾加油，周天成 VS Felix Barrested。 OK，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林 Lins Life 的 YouTube 频道，大家今天过得好吗？大家早安，或者是你的时区是晚安的，跟你说晚安或者是午安。好，那一样在影片直播开始前呢，请跟他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一个直播，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是有帮助的，你是喜欢的，请在影片底下帮我按个赞，来帮小天周天成我们台湾英雄加油，也帮我们的这个小林呢齁加油按赞，让我做出更好的内容分享给大家。也欢迎大家，如果你想要掌握小戴戴进最新最快的羽球资讯，哪边可以看小戴戴进免费羽球比赛的线上直播，以及呢小戴的这个赛程几点比赛对手是谁，这些资讯如果你想要第一手掌握，欢迎在影片底下免费订阅小林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就可以第一手掌握小戴冬奥羽球最新资讯，一起为小戴戴资颖小天周天成加油打气哦。好的，早安啊观众们。 OK， 好，那一样在影片开始前再讲一件事情，我们上面有个位置很空，欢迎干爹们厂商们置入哦。如果你是有在经营自己的品牌，或者是有在就是想要帮自己的品牌做行销的话呢，也可以联络小林哦，我们上面位置很空，好，可以帮你做这个广告的植入。好，那我们今天呢周天成的比赛即将在9点要开始。那在开始前，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今天呢免费观看比赛的连结要去哪里看呢？好，稍等一下，我把这个东西先给它去掉一下哦。这个声音 OK 吗？ OK 的话请在影片底下留言加一到告诉我哦。好，我们先把上面的东西去掉。好，那周天成今天的这个免费的直播哪边看呢？首先第一个部分是一样在艾尔达上面呢，我们附上奥运一台到六台的这个部分，你要先装 Hami Video HAMI VIDEO 这个 APP， 手机要先装以后才能看齁。那手机装完 Hami Video 以后呢，我们这边有教学。好，艾尔达的观看教学，你就是在手机里面要先在那个 Play 商店齁，或者是 App Store， 看你是用 iPhone 或是用这个安卓齁，不一样的这个下载的商店，那你一定要下载这个 Hami Video HAMI VIDEO 以后才能点我刚刚给大家的连结去做观看哦。好，谢谢大家的声音回报，声音是 OK 的，大家早安。好，这是第一个免费观看的连结。第二个免费观看的连结呢，如果你觉得免费观看有点卡，有点塞车，或者是看不到你想要看的比赛画面的话，也欢迎你可以使用这个付费的部分，你可以到艾尔达体育台的官方网站，或者中华电信的官方网站呢去做付费的动作。一个月好像他现在是用一季啦，一季好像400多块，可是可以看所有奥运的比赛，还有之后所有的艾尔达的运动比赛，好，包括什么 NLB 啊，还有是 NBA 之类， NBA 已经打完了， NLB 或其他的国际的比赛项目，所以你可以用付费的，而且付费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4K 的高画质，我没有在业配啦，只是说刚好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好，再来第三个是海外用户版的部分。如果你住在海外，你可能没有办法用艾尔达，那你可以用上面1到8个网站，比较稳的是第一个抓饭直播，那建议大家现在就先去抓饭直播卡位 ，OK， 因为等一下比赛开始的时候人的流量会比较多，那人流量比较多的话呢，可能就没有办法看到你想要看的比赛了 ，OK， 所以抓饭直播和底下这个 Smash Nation 印尼的这个直播，还有底下3、4、5、6、7、8都可以使用，只是说有时候网络有点卡，或者是有时候碍于一些关系他们没有办法直播，所以不能保证一定会有，但是目前最稳的是第一个抓饭直播齁，第一个 OK。 那抓饭直播怎么用呢齁，就是你在手机或电脑的 Google 呢搜寻抓饭直播，点选第一个跳出来的网页，它是一个简体中文的这个版本，点进去以后你会看到中间有个卷动的地方，卷动到中间，你就是滑到中间，你会看到乒羽乒乓球和羽球乒羽，你点进去就有多个羽球的直播，奥运多个羽球的直播可以看。我是用抓饭，对对对， 有人跟我说，神秘人问我说我用什么直播看， OK。 好，那现在就先跟大家讲到这边，
那奥运羽球的赛程图呢，我有放到我的这个放在我的 YouTube 社群里面，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那我有放到我的 YouTube 的这个不是 YouTube 而是 FB 的粉专，也在底下的连结，你们可以去看看。对，然后小戴呢昨天赢球，好，因为我今天讲得很快，是因为我们快要比赛了，所以我的这些资讯都要带得特别快。小戴昨天赢球21-7、21-13。那此外呢，王子维昨天也赢球，王子维昨天也是直落二，好，拿下了这个对斯里兰卡的这个尼鲁卡的比赛。那今天是周天成他的这个小组赛的第一站而已，第一场出来。他昨天比赛是轮空，所以他今天的出战的对手，我们来快速看一下。周天成要出战的对手是这位来自瑞典的越南裔选手 Felix。OK， 大家都说媒体都会说翻译成后面他的名字叫做 Breasthead， 可是太绕口了，我讲 Felix 会比较好懂啊，是一样的人 Felix。那 Felix 身高蛮高的，192公分，世界排名第57名。资料上没有显示他是左手还是右手的那个持拍手，那我去查了一下他的这个持拍的这个手是右手。那他的年纪是26岁，非常年轻的一个小将。他非常高大，身材192公分，所以周天成今天对他的话要特别注意，你的绕头球、高远球不能打太低，因为一般的高度的话，他可以轻松的跳起来做点杀扣杀的动作，所以这是周天成今天要注意的部分，因为192公分算是他身高上的优势。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周天成，世界排名第4名，那今年31岁，身高180公分，持拍的手是右手，那所以说身高是有差了12公分啊，因为前面讲到这个 Felix 他是192公分，但是周天成的长处是在于他的体能还是保持非常好，而且他的战术非常的全面，防守也非常的这个全面，对中下阶层的这个羽球选手，不能说中下啦，中整阶层的羽球选手来讲，他的防守是密不透风的，所以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对周天成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优势。而且周天成有多年的国际竞战经验，他知道如何去应变不同类型的对手，调整他自己的节奏去应变比赛。这今天的这个台湾运彩也是开出，就是周天成呢，如果周天成要输的话，台湾运彩是这样开，周天成要让17分他才会输，所以你就知道外界怎么看这场比赛了，看好周天成普遍是会获胜的。好，那 OK， 那我快速的把我们今天的分数表交出来，等我一下，分数表在这边。好 ，OK， 那免费比赛观看的资讯，红字在影片底下的说明栏，我贴了一整串，大家都可以去试试看哈。那如果有新朋友进来加入我们的话呢，也可以告诉他，因为他一定会有很多人问。我们昨天的直播的经验就告诉我们，有很多人会问说啊，直播到那里看，那我一个人没有办法应对成千上百的人的留言，所以如果有好心的朋友们，你们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可以在就是影片的旁边告诉他们，好，到哪里看，在影片底下说明栏有，可以告诉他们，对对对，好，这点再麻烦大家多多来帮我一下了，谢谢。抓饭直播可以看，没有错，谢谢这个伟伟日常。桃田打了吗？桃田应该是昨天打哦，对，好，那我们来切换到这边回答网友的留言。那也欢迎大家呢，因为现在才一大早嘛，因为大家都跟我一样起得早来帮这个周天成加油打气。那今天也只有唯一这一场比赛啦，好，顺便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看一下比赛开始了没，如果比赛开始我就不要跟大家再闲聊了，我们就马上播报比赛。比赛现在正准备要开始，那周天成和那个 Felix， 瑞典的越南裔选手 Felix 准备要进入这个球场，所以我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小戴的明天的比赛。好，稍等我一下哦，我先把我的分数这个关掉，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小戴明天的比赛。好，小戴的明天比赛出赛时间，因为小戴今天比赛是轮空的啊。好，小戴今天比赛是轮空的，那小戴出赛时间是明天7月26号星期一 ，Monday。OK， 星期一下午的1点。台湾时间，我这边讲的都是台湾时间，出战的对手是来自越南的阮翠玲，世界排名第49，所以预估应该是轻松打，也不能说轻松打，
晋级的希望非获胜的希望非常的浓厚啦齁，我们不能说轻松打，因为轻松打感觉小看了很多对手，齁晋级的希望非常的获胜的希望非常的高。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分数表。好 ,OK, 所以今天这个部分呢，就是周天成今天即将要对战的是 Felix,瑞典的越南裔选手，可以看到他身材相当的高大。那 Felix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选手啦，那他的特色我们刚刚讲过，他的后场的点杀是非常强的 ,OK, 后场的，因为他高度蛮高的嘛，所以他后场的点杀跳杀都是他的这个得力的武器之一。那反观的是，因为他比较年轻，他在防守上比较没有这么多的经验，在球路的预判上也没有像周天成来的这么全面，所以这些都是周天成获胜的优势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人问说抓饭是第几个，应该抓饭前两个都可以点，抓饭前两个前三个都可以点，对，我记得我要点第三个吧，有点忘记了。好，陶田今天是晚上打，谢谢这个朋友啊，这个鱼幻魔力啊，也推荐一下鱼幻魔力的频道。好，鱼幻魔力他也在做这个羽球的这个运动精华、赛事精华的剪接啦，大家也有兴趣可以去鱼幻魔力这边去看一下哈，他也是一个非常优质的频道啊，非常棒，大家也可以去订阅他一下哈。好，然后呢，请问你觉得今天周天成今天的状况还行吗？电视哪一台哦？因为我们家没有电视，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确切告诉你电视哪一台。你去转一下东森或公视，或者是你家有 NOD 的话也可以看。但手机免费观看的连结我都放在底下说明栏了，你可以去看一下哦。好，然后我觉得周天成今年的状况还行吗？因为怎么讲呢？周天成今年的状况其实没有太多场比赛可以做参考，他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打的这三场的泰国的这个比赛。我个人觉得周天成一直都是自律的男生最厉害哈，最近一直流行的话题自律嘛，他是一个自律性非常高的选手啊。好，那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他每一年的调整都非常的到位，而且他不会因为年龄的增长而体能有下滑的状态，所以这个部分我蛮看好他今年有在奥运夺牌的希望的哦。金银铜三个，最起码会有一个。对，好，那艾尔达第四台好像是羽球的，谢谢大家，艾尔达五台有。好，谢谢大家的这个快速的更新啊，你们真的是超棒的。OK, 关心大家就是告诉大家，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是奥运球迷啦，就是平常可能比较少在看羽球比赛，在奥运的时候想说来为台湾的球迷选手加油，所以有地方很多的地方可能不太清楚哪边可以看，那知道的朋友们就请大家帮忙他们一下。好，早安早安。好，那聊天室的部分我不一定会每个都会回，我会比较专注在球场上的直播，那也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再讨论一些负面的言论、批评的言论，因为我是不会主动删你们的留言的。那通常呢，你会发现你留言不见，就表示你的言辞可能运用的不太得当，被这个电脑系统自动删掉。好，我是不会主动删你们的留言的。好，那我们现在看到场上的这个部分 ，Felix 呢，今天穿的是荧光绿的一个战服啊，哈，那他现在在球场上做一个敏捷性的这个热身啊，哈，那周天成呢，今天呢穿的是白色招牌的战袍 ，OK, 那两个人都是右手持拍192公分的这个 Felix 站在场上略为高大了一点，可是我个人觉得周天成的气势啊，哈，完全是非常高涨的，完全是让 Felix 是有感觉到压力的。好，那今天的裁判是一位女生的裁判，看起来是颇正。OK, 好，不好意思，我们今天这个直播是没有那么专业啦，所以我们会聊一些场边的话题，但是尽量在球场上。好，开球第一球了，双方在中场这边呢去做一个拉锯。好 ，Felix 跳高到后场，周天成直接一个跳杀 ，Felix 守住了，双方在往前斗小球。哇，这边呢在后场，哦，又来到前场的僵持 ，Felix 一个点杀，这个部分的点杀有成功吗？成功了，目前的分数是来到了0-1 ，Felix 暂时领先一分。OK,
那哪边可以看免费直播的部分，看一下红字。OK， 红字这边呢有这个免费的这个观看直播在说明栏，你可以去看观看哦。好 ，Felix 发球，发了一个小球。好，周天成继续去对 Felix 去做这个四角拉吊。那这个部分真的是吊得太低了，就被 Felix 直接的去做点杀。好，零比二。啊，小天暂时的落后，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呢帮这个周天成按赞加油打气一下好不好 ？OK， 好，我们看一下球场上的这个动静，目前的比数是来到了0-2。好，那谢谢大家，艾尔达舞台有，艾尔达舞台有哦，好，第五台艾尔达第五台也有，好，那好，我们看一下 Felix 这边的拿球。目前的比数呢是来到了0-2的部分。好，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帮小天加油。Felix 发球，发了一个短球。小天呢这边呢把球起到后场绕高。好，这边呢收到一个非常的棒的效果，起到后场绕高远球，再做一个小球综合攻势，一近一远的这个调度得分，旗开得胜，2-1，小天暂时落后一分，但拿到发球权。这个部分小天把球起到后场高远， Felix 这边也起一个后场高球， Felix 轻松的去做一个点杀，但是小天守住了这球， Felix 绕的高远球小天没有去接，裁判判 outside， 但是这个 Felix 有意见，他觉得应该是在 inside， 应该是在界内，所以他提出鹰眼的挑战。那跟大家讲一下，以往的羽球赛呢第一轮呢是没有鹰眼的，但是因为奥运它的规格比较高，所以它的这个第一轮是有鹰眼的。那鹰眼就是电脑的辅助判决。OK， 好，那我们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帮这个小天周天成加油。好，裁判判的是 outside， 鹰眼判的也是 outside， 这一球小天再度拿分，比分来到了2-2平手，现在来到了周天成的发球。好，我们看一下小天的发球。好，小天是周天成的绰号啦齁。OK， 周天成发一个短球。好，继续对这个Felix 去做一个主动的攻击。Felix 杀球，哇，这球杀球来得猛，这个周天成呢回球出了界。那目前比数是来到了2-3，周天成暂时落后一分。Felix 继续拿到发球权，我们来看一下 Felix 的发球。那 Felix 他其实如果你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就是一般的高度的高远球对他来讲是不具效果，你必须求Felix 他自己的平时去做一个反手回击。 Felix 在回击的时候呢，开局失误偏高啊，再度挂网失误，小天暂时的取得了一分的领先，碎啦。好，目前比数来到4-3，小天领先一分，大家继续在影片底下按赞帮周天成加油。电脑也可以看直播哦，在影片底下的这个观看说明栏有免费观看直播的连结齁。好，那这个部分，哇，小天这边继续去对这个 Felix 做缠斗，双方在往前近身的攻击。好，现在拉到中后场，哦， Felix 一个点杀，两个点杀都被周天成守住了。好， Felix 第三个跳杀点杀，哇，第三个跳杀守住，第四个点杀没有被守住，一个大对角的这个杀球斜线的一个变线来得非常的犀利。那周天成守住了第三颗，但第四颗的杀球没有办法守住的情况下，目前的比数来到了4-4平手。好，那这边呢再度换球。好，这个部分可能在后场的绕头球要注意一下，那周天成的这个步伐可能也要再跟上一下，开局可能还是有一点还没有身体还没有热开，因为这是早上的第一场比赛啊，日本时间是10点啊。好，双方4-4，哇，这边 Felix 想要吊一个大对角，这个大对角吊成功吗？有吊成功，目前比数是来到4-5，那周天成暂时落后一分。哇，这个大对角周天成可能没有想到说他还有这一手。好，这个部分4-5 Felix 的发球，这球的落点是在界外，所以目前比数来到5-5，双方再度战成平手。那开局到现在比分都非常的拉锯啊。好，周天成发一个后场高球突袭。好，这个部分双方在往前的这个交火，哇，这边也是一样稍微起的高了，直接被这个
Felix 逮到，但这球的杀球哦，没有错，是在界内。目前比数来到了5-6。对，不专业羽球台，不专业直播台，没错。好，那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 Felix 的发球。哇 ，Felix 发一个小球。啊，这球的落点 ，Felix 想要回一个高远，这个高远的落点是在界外的。目前比数是来到了6-6，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啊，帮小天加油一下。目前的比数还是比较这个焦灼僵持的。OK， 好，目前比数来到6-6，哇 ，Felix 这个反手拍，好，这个小天呢，好，继续在往前的施压，让 Felix 再度失误。目前比数是来到7-6，暂时的一分领先，睡了，继续扩大，希望下一球可以保持两分的领先。OK，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周天成发球，发一个短球。好，这个部分呢 ，Felix 继续去做攻击。啊，那周天成有守住。啊，在中场的这个来回。好，双方又在往前斗小球了。好，那周天成这个小球的功力还是不错的，往前的处理非常的好。那目前比分来到8-6，比分渐渐拉开，从一分差拉到目前比赛到现在最大的分差两分差，8-6，两分的领先。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帮周天成加油。OK， 希望可以扩大到三分领先。好，周天成要发一个小球。那 Felix 这边呢？随着比赛的这个加温呢，失误也变多了，9-6，9-6，回球挂网，周天成三分的领先了。继续扩大四分的领先啊 ，OK。好，那继续呢，我们来看一下周天成的发球，发了一个短球。好，周天成反手的回击，回到一个中路。好，这一球周天成选择不打，球的落点裁判是判 outside， 但是呢 ，Felix 觉得应该是在 inside 界内，他决定要挑战。我们这边呢来帮周天成集气一下，希望呢，好，鹰眼的判决是在界外啦 ，OK。我们看一下鹰眼的判决是在界外吗？好，可以，大家可以一起来集气，界外，界外 ，OK， 安，大家好，大家好，好，请问周天成的网络直播网站在哪里？在影片底下的连结哈，我在影片底下有一个说明栏，点开有非常多的连结，你可以去看看哦。那底下连结也有附上一些简单的教学。好，那目前的比数是来到了，我们看一下。好，周天成发一个短球，好，目前是10-6，四分的差距，好，周天成领先四分，双方在往前的交火，哇，这边的一个吊短球，周天成救到了，好 ，Felix 他其实在往前的这个手腕的变化还是不错的，好 ，Felix 这边起高吊短球，那周天成这边呢吊到后场高远，好，这边的防守周天成做的非常的这个严密啊，这球呢周天成再度放掉没有打。Felix 这球的后场高远质量是不太好的，直接判到界外。那目前比数是来到11-6，进入中场技术暂停。周天成携带着五分的领先优势，进入了第一局的中场技术暂停。简单来讲，开局其实双方都在摸彼此的球路，因为这是他们两个人第一次生涯的交手。那周天成呢，其实开局的时候，有点被这个 Felix 他的这个左右的这个往前球呢，哈，大幅度的往前球调动，有点就是吓到，或者是大大的丢分，哈，没有办法追到。但是后面呢，逐渐习惯了这个 Felix 的球路以后，其实好几次的预判都有被他就是预判中，所以目前的比分呢，哈，11-6也是多好，应该怎么讲？简单来讲就是连续好几个球路的这个对手的球路预判成功，造就了周天成目前五分领先的这个最大原因，就是这个部分了哈。好，那希望呢，我们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希望能够突破100个赞，帮周天成加油一下，好不好 ？OK， 小天这个真的是今年夺牌希望非常高啊！啊，这球有点可惜啊，在回球的时候呢挂网了，目前11-7，暂时呢哈还是四分的领先，不过发球权来到 Felix 这边，好 ，Felix 是。这个瑞典的选手，但是他是越南裔的瑞典选手。OK， 好，双方呢在往前，好，周天成起高球 ，Felix 在往前的一个小球，好，周天成现在起高球都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变化，他不会做太低的这个高度，让这个 Felix 很好杀。可是前面这球呢，好，在往前球的出在
这个后场球的处理呢，把球没有点没有回过网，目前比数是来到11-8，让 Felix 连追了两分。好，那周天成要守住啊 Felix 的攻势。我们看 Felix 发一个短球，周天成做一个变线。好，双方在中场的交火，往前的平抽打。好 ，Felix 来到后场，再度把球往后送。那周天成这边呢，哇，脚步非常移动，速度非常快。这球呢 ，Felix 再度出现了要命的非受迫性失误，球再度来到了界外。目前比数是来到了12-8，周天成四分的领先，球权再度回到周天成手中。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周天成的发球。好，继续看一下。OK， 那双方的这个部分呢，我们看一下回放一下。哇，周天成这个出拍的这个隐蔽性，还有这个瞬息万变的攻击啊，其实让这个 Felix 难以招架。那目前的比数是来到了，我们看一下，目前比数是来到13-8，13-8。电视在第几台？因为我们家没有电视，所以我没有办法回答你。不过网络免费观看的连结我都放在影片底下说明栏，你可以去看一下。好，周天成发球，发个短球。好，那这个部分，哇，周天成在往前呢，好几次的这个对抗呢，都有守住对方侵略如火的攻势，但是一个闪神反手拍呢，打出了界外。目前比数是来到了13-9，暂时呢还是有四分的领先。我们看一下，哇，周天成呢挡住了这个 Felix 的攻势，哇，这球有点可惜。周天成想把球往后场高远送的，结果自己出现了失误，打出了界。目前的比数是来到了13-10，13-10。好，那暂时领先三分。那个直播的网址在影片底下的说明栏，好，可以点开去看一下哦。好，那我们看一下周天成这边呢，目前正在对 Felix 做后场做一个拉吊的攻势。好，那 Felix 把球往后送，这球有机会杀球， Felix 守住了。好，周天成呢继续把球去往一前一后做远近的调度。好， Felix， 哇， Felix 这边的球起高了，周天成一个掌握垂直跳杀，侵略如火，雷霆万钧的杀球。我们看一下14-10，14-10。刚刚差点讲成16-10了，我也希望是16-10，但目前是14-10。好，周天成呢，大喊一声，睡啦！14-10，14-10。场边看到的是周天成的体能训练师高敏三，好，这是对周天成来讲生涯非常重要的一个贵人呐，独特的训练方式让周天成呢，迈向巅峰。好，那目前我们看一下，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留言，小天加油，你们很棒哦，一起帮小天加油。好。OK， 周天成这边呢，放掉了这球后场的高远球没有打。那这球后场高远球没有打 ，Felix， 因为他没有挑战了，他没有挑战机会，他连续两次挑战都失败，所以没有挑战机会了。所以目前比数是来到15-10。好，周天成发球，五分的领先。好，那 Felix 肯定是有受到现场的一些情绪的影响了哈。那自己因为没有挑战机会了，所以显得比较就是急躁。那这边呢，哇，周天成侵略如火攻势再度呢压迫了 Felix， 他的出拍再度挂网，目前比数是来到了16-10，16-10，再五分，各位观众，只要再五分呢，好，就可以拿下第一局比赛的胜利了，16-10。好，周天成继续对 Felix 发球，哇，这个部分。哇，去做一个左右视角拉掉的部分 ，Felix 周天成后场跳杀直接得分，17-10，17-10，哇 ，Felix 直接被这个周天成杀球震折到定在这个原地，没丁没当不敢妄动或者是没有办法反应到 ，OK， 好，目前比数是来到了16-10，更正17-10，好，我们看一下，再四分就可以拿下第一局比赛的胜利了。好，这个部分呢，周天成起高球，哇，这个 Felix 呢后场的这个高远球再度，哦，裁判这次判 inside 是在界内哦，所以 Felix 得分17-11，球权回到 Felix 手上，我们看一下小天周天成的接发，
哇，双方呢在往前的一个平手挡激烈的交火啊，这个部分 Felix 还是没有办法把球送过去，挂网了。目前比数是8-11，周天成再拿下三分，就第一局比赛的胜利了。OK， 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帮小天周天成集气一下。周天成发球，哇，这个部分好再往前啊 ，Felix 反手的变拍，啊，小天的一个扑救，漂亮的一个扑救。这个部分呢 ，Felix 反手加压，但是小天都守住了。这球再守，哎呀，可惜，这球有点可惜。周天成抓到球路了，但是没有办法把球打进那个界内。目前比数来到18-12。哇，刚刚那个海豚扑救啊，这个扑出去的这个角度真的是漂亮啊，周天成 nice play， 但是有点可惜，好，就没有办法守住接下来的攻势，18-12。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周天成还是保持着6分的领先。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帮小天周天成加油一下好吗？好，目前比数18-12。那免费观看比赛的连结在影片底下的说明栏，好，请点开说明栏就可以看到了，有非常多的连结，你一个一个试都 OK 的。好，好，这个部分，哇，周天成挡住了 Felix 的两个杀球，双方在往前激烈的这个平手挡，好，再度周天成把球送到后场高远，哇，这个，哇 ，Felix 的这个大斜线点杀。后场的点杀，这球是点出了界，目前19-12，周天成再一分就停牌了，好，周天成再一分，第一局就停牌了。OK， 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加油，看数字听故事，我喜欢你的说法，我并没有在看数字，我看的是影片比赛啊。OK， 继续呢，10-12，界内20-12。OK， 再一分，拿下第一局比赛的胜利。那个朋友们哈，这个留言栏，请你不要讲脏话哈。21-12，周天成拿下了这场比赛第一局的胜利。哇，我们看一下比赛回放。哇，周天成逮到了 Felix 的一个高球啊，直接做一个大斜线的杀球。21-12，拿下第一局比赛的胜利。OK， 拿下第一局比赛的胜利。那如果你要去看免费羽球观看的直播连结，在我影片底下的红字有啊，底下点开说明栏，好，你就可以去看了。OK， 那个注意大家的言辞哈，不要去打一些奇怪的言论哈。你如果生气你就生气，但是不要打一个不好听的字哈。OK， 好，那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也没有权管你，我也不是你老伯老母，所以自己注意一下就好了。OK， 那跟大家讲一下，周天成呢，其实呢，21-12第一局的部分呢，我个人是觉得后面中场休息结束以后呢，他其实呢有掌握到对手的球路一个变化。那因为 Felix 的变化就是就是左右的一个大斜线的调度，那只要脚程跟得上的话，其实对他的这个球路预判其实是不成问题的。所以周天成好几球都预判到他的球路，也守住他的攻势。其实他攻势并不难守，只是说周天成要小心的是起高球的时候不要打到太低，因为 Felix 有192公分，一般的高球对他来讲不构成威胁，他可以直接起跳扣杀。那周天成显然是有掌握到这样的一个就是美感啦齁，美角啦齁，所以他在后面中后段的比赛呢，他起的高球都特别的高，而且也明确的预判到这个 Felix 的球路，让他就是造成大幅度的领先啦，所以呢这也是他第一局21-12获胜的原因啦。 OK， 感谢我们的网友们齁，你们非常的棒，在旁边呢都有讲说在哪边可以去看，哪边可以去看。 OK， 谢谢你。OK， 不好意思，小林，我是刚进来，想体育二台是不是要收费？如果是艾尔达的艾尔达二台是要收费，可是如果是艾尔达的奥运体育台的话是不用收费的，奥运一台到六台都是免费的。那刚网友是说五，好像奥运五台有。那如果艾尔达你找不到的话，我底下还有一个免费的海外连结，你可以去点抓饭直播的那个连结，可以去看看。但是因为很多人都点那个，所以连结会有点卡。那还有其他的连结不要紧，你可以再去多多点点看，可以再看一下。好，谢谢大家，小天很棒啊！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帮小天加油。目前第二局的比赛开局，双方呢，目前呢
双方是战成1比1平手，周天成继续发球。好哇，双方这个开局就非常的难缠了哦。那这个部分呢，双方是来到了，我们看一下影片的回放。OK， 哇，这个部分呢 ，Felix 的这个往前小球质量并不是这么好，直接被周天成逮到去做一个小小点杀。得分，目前比数来到2比1，再度说着说着，周天成一个突如其来的进攻，3比1，OK， 两分的领先，第二局开局好的兆头，3比1，两分领先。Felix 这边呢，在接这个周天成的杀球，其实是有点难以应对的哈，因为周天成攻击的这个 timing 不是这么好去抓。好哇，漂亮的华丽转身反手拍出现了。哇，这球哇 ，Felix 挡得漂亮。这边不得不说，连续两球的近身球都被 Felix 挡住。那这个部分呢，哦 ，Felix 手中反攻的这个部分还是要给他嘉奖一下哈。虽然他是我们敌对选手，不过这一球的确是他打的 nice play 哦，两球的近身球都防住了，在一个突如其来的高远球哦，控制好自己的这个失误率，没有出界。好，目前呢，比数来到3比2，周天成反还是领先一球。哇，这边周天成直接起跳做扣杀， Felix 守住，再一个杀球， Felix 守不住了，4比2，周天成两分的领先。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目前比数4比2，周天成发球。好， Felix 这边呢，其实我觉得第二局 Felix 应该是对周天成的球路有一点点的掌握，可是因为周天成突袭攻击来得太快，他没有办法每一球都猜中，而且毕竟双方都是第一次交手，那 Felix 看起来是比较生疏的。好，目前比数是来到4比3，那周天成刚刚的一个杀球是杀出了界，那球权再度回到了 Felix 的手上，有点小破音，不好意思啊。好，谢谢这个伟伟日常啊，帮助我们的新的朋友，告诉他们哪边可以看。好，这边呢，周天成去做一个大幅度的变现， Felix 把球往后场送，周天成也不急的进攻，继续去跟这个 Felix 多拍慢磨，这球进攻了，杀球， Felix 守住。哦，双方在往前斗小球，周天成一个大幅度的变现， Felix 这边哇跑得非常勤快，这球没有救到，球的弱点是在界内。 OK， 周天成这边呢大幅度大角度的变现，让这个Felix 呢没有办法在重心二次重启的情况下呢，救到这颗球。目前比数是来到了5比3，周天成两分的领先。好，谢谢大家的鼓励。好，你继续看一下，哇，周天成把球往后场送，这边再做一个前场的小球， Felix 这一球有救到，周天成再度后场起高球，这球有点可惜了，在前场想要做一个回球的时候呢，球没有挂网，球挂网了，所以目前比数是来到了5比4，周天成一分的暂时领先。那一样在第二局的开局跟第一局的开局有点类似，比分都有点焦灼，那周天成这边呢可能要想办法去做一个主动的攻击，迫使对方出现多次的非受迫性失误，或做一些多一点的前场压迫，让那个比分差呢可以再度拉大一点。好，周天成目前呢正在对这个 Felix 做往前的这个施压，后场的高远球，好，在一个前场的这个大斜线，好， Felix 这边呢照进啊，好，真的是非常急于进攻哈，有点照进了哈，所以呢这球回击后场大斜线的高远球出界，6比4，周天成慢慢的掌握胜利的钥匙了，6比4，两分的领先。我们看周天成的发球。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呢周天成的发球，好，发了一个短球，好，快速的往前反手拍变拍。哇，这个部分啊有点可惜，好， Felix 想要做一个后场的强制的直线杀球，那周天成有猜到，但是反手的这个过度正手拍的接球呢，好，没有办法，就是回球质量没有这么好，没有过网。那目前比数是来到了6比5，好， Felix 的发球发了一个前场小球，啊，在回击的时候 Felix 再度出现失误，比数来到7比5，球权回到我们台湾的小天手上。那我们继续看一下小天，台湾小天的发球，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帮周天成加油。好，哇，周天成这边起跳没有急于进攻，继续去跟这个对手去打一个直线的高远和
这个往前小球。好，这边 Felix 起跳做扣杀，周天成守住了。哇，这个不动如山的防守，密不透风啊。OK， 那这边呢，周天成跟这个 Felix 再往前僵持多拍，这球有点可惜了，回得高让这个 Felix 上网做压迫攻击，7-6，周天成暂时一分的领先，球权回到了 Felix 的手上。好，这边周天成的反手拍有点可惜了，哦，被对手预判到球路，直接上网杀球。好，那 Felix 得下一分，目前比数来到7-6，7-6的部分。好，那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帮周天成加油打气一下。哇，周天成这球，哇，正手拍的杀球以后，做一个反手拍的过渡，高级动作。哇，这个反手拍前场，双方的在往前的这个比拼。哇，周天成一个反手后场起高球，哇，这球有点可惜了，后场的高球不够高，那让这个 Felix 逮到做杀球，双方站到平手7-7。7-7 Felix 在第二局展现了非常多的这个韧性对抗度啊，失误率也明显的下降很多。那反倒是周天成这边呢，有几球是没有办法救到了，可能脚步没有办法跟上，这个部分可能要再加快，或者是拿回这个比赛的这个节奏的主导权。因为看起来周天成在这三球，过去这三球的这个表现上是有点被动的，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继续在影片底下按赞，帮周天成加油打气一下哦。好，我们继续看一下。好 ，OK。好 ，Felix 发球，哇，周天成后场的一个直接发球后再接一球起跳，哇，垂直扣杀这个力度，击力度非常的高啊。OK， 速度也快。那8-7，8-7，周天成再度要回领先，谢谢朋友们的赞美。OK， 我继续努力，很多不足的地方啊哈。我们这个播报比较不客观了、啊，非常的主观。OK， 好 ，OK， 这个部分哇，周天成后场没有急于进攻，继续去跟这个 Felix 做多拍。后场这个总有了吧？好，没错，压线的一个杀球，9-7，9-7，比数来到9-7，两分的领先。OK， 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帮周天成加油打气一下。OK， 9-7。好 ，Felix 的接发，我们看周天成发球，发一个短球。哇，周天成呢去做一个攻击。哇，这边呢周天成挡住了 Felix 的近身攻击，这边呢去做一个虚攻。哇，这球 Felix 自己就出现了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10-7，10-7。目前比数10-7，周天成三分的领先，再一分进入第二局的中场技术暂停。这边快速的跟大家讲，问一下，做一个快速的民调，大家觉得这场比赛周天成直落二的几率有多大呢？非常大的话，这场比赛你觉得周天成会直落二取胜的话，2-0取胜的话，影片底下留言加一，我们看一下有多少个加一。OK， 那如果你觉得不认为，你觉得这场会站到第三局的话，你就留言加二。OK， 哇，这球有点可惜。好，后场的高球被这个 Felix 逮到，直接做扣杀。目前比数10-8，10-8。好，但是周天成还是两分的领先。哇，目前就有四个加一了，不错哦，不错哦。好，我们继续在影片底下按赞，帮周天成加油，希望可以集气到200个赞，帮周天成加油一下。哇，双方在往前呢，斗小球。周天成把球回到后场高远。好，这个部分，双方一来一往，周天成在往前的压迫。在一个大直线、大斜线，哇！双方在后往前斗小球，周天成起后场高球，这球 Felix 杀到太平洋去了，然后一个非常严重的大失误出界，目前比数来到11-8，11-8。那周天成带着三分领先的优势进入了中场第二局的技术暂停。那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周天成其实在第二局对手开始发挥了非常坚强的韧性的时候，有几球周天成呢是分差还是有点接近11-8这个部分。好，不过我相信第二局的中场技术暂停过后，周天成会开始再去调整他比赛进攻的节奏，拿下这个比赛节奏主导权。我个人是觉得直落二的机会非常大了。加一表示周天成2-0直落二赢下这一场比赛，大家一起影片底下加一刷起来，一起让周天成加油一下。那如果大家想要继续呢，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哈，
如果呢大家想要关注小天周天成小戴戴自己在奥运羽球比赛的最新的这个赛况，包括哪边可以看小天小戴的这个免费羽球比赛奥运直播，他们的赛程几点比赛，对手是谁，这些资讯你只要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就可以掌握最新资讯，一起为台湾英雄加油。好，我们回到比赛的这个部分，双方呢开在中场技术暂停以后，已经在中场激烈的交火。周天成反手拍了过度，这球也是有点可惜啊，打到太平洋去了。目前比数是来到11比9，这球出界让 Felix 得分。那目前比数11比9，那第二局发球权来到了 Felix 的手上。好，免费的直播观看连结在影片底下的说明栏，请点下去就可以看到了。OK。那双方在往前激烈的交火，周天成后场没有急于进攻，继续去跟这个 Felix 多拍慢磨。OK， 哇，这球 Felix 杀球，周天成守住了，再往前的一个小球，后场再去做一个进攻。OK， 这边呢继续 Felix 跟周天成去做一个多拍的这个来回。好，那这个边周天成并没有急于去进攻，因为他正在寻求最佳的进攻点，可以让对手就是一个杀球就 over。 OK， 所以目前周天成继续去跟这个 Felix 多拍去找一个最佳的进攻点。好，这球有了，最大角度的这个杀球，这球恰好压在边边啊，这球有了，12比9。 Felix 在多拍的情况下体力有丧失下降了，专注度也下降了，目前比数是来到12比9， Felix 要求换球。好，目前比数是来到了12比9，那周天成有3分的领先优势，我们继续在影片底下按赞帮周天成小天加油一下哦。 OK，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哇，今天呢周天成真的是势如破竹啊，哇，双方在往前的激烈平抽打，周天成呢积极的进攻。哇，这球的近身球不小心打到 Felix。 OK， 周天成呢也上场上前致意啊，双方在往前的平抽挡非常快速。哇，这球呢周天成逮到机会马上做一个近身球攻击，马上也跟对手举手示意拍谁啦，不是故意的。 OK， 13比9，四分的领先，周天成发球发一个短球。哇，周天成 lucky ball， 球翻网而过，但是这个 Felix 守住，但是节奏乱了，直接给周天成一个攻击的机会。14比9，比数拉到5分差。目前呢周天成保有5分的领先。没错，继续加油。好，我们继续看一下。哇，这个部分 Felix 还是拿出他一些左右调度的这个绝活，可是周天成并没有被他影响到，已经逐渐熟悉 Felix 的球路以后呢，一连串的压迫攻势呢都收到非常好的效果。不好意思，鼻子有点痒。好，我看一下。哇， Felix 这边呢直接预判周天成的杀球是判一个错的判断，他预判右边就飞那个周天成打左边。好，目前15比9，周天成6分的领先。双方在往前的激烈攻势。哇，这球 Felix 自己制造了一个很棒的攻击机会，结果自己葬送掉了这个攻击机会，杀球挂网，16比9，七分的领先，周天成再拿五分就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了，拿下小组赛的第一胜了。我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帮周天成加油打气一下好不好。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哇，双方多拍的来回。好，我们继续看一下。哇，双方在往前的平手掌。好，在后场的一个进攻， Felix 呢在往前放一个小球，这边呢周天成起一个后场高球， Felix 杀球，周天成守住， Felix 在往前。哇，这个来回真的是精彩，周天成一个绝佳的劈腿救球，但是往前小球的质量不够好，直接让 Felix 做一个杀球。目前比数是来到了16比10， Felix 再度拿回发球权。好，分数有点拉开了，没有错，分数拉开了，目前16比10，周天成再五分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不好意思，鼻子有点痒，然后鼻水又好像要流出来，鼻水流出来应该蛮丑的。好，那现在呢双方呢已经来到了这个就是稍微休息啊，因为场边呢这个 Felix 可能要求要擦一下自己的手汗，喝个水。好，
目前的比数是来到了16-10。我们看一下周天成的这个接发。好，谢谢谢谢。OK，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哇 ，Felix 发一个后场高球突袭，周天成没有被吓到，反手拍了过度。好，再往前的一个小球，这边有机会就进攻吗？哇，周天成做大角度的杀球被 Felix 守到，双方继续在往前的这个多拍来回。好，周天成后场起高球，这边的双方都还在找这个最佳的进攻点。啊，双方在往前的平抽挡，这边 Felix 先顶不住压力，率先挂网，17-10。再四分，再四分，各位观众，再四分，周天成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周天成要求换球，顺便调整一下自己的步调。目前比数17-10。OK， 再四颗，再四颗，再四颗球，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加油，帮周天成按赞一下。OK， 再四颗球，再四颗球，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周天成发球，拍个短球。好，没关系，我们不急不徐。周天成这边哦，做一个垂直扣杀。Felix 猜到了，可是他好像没力了。18-10，18-10，再三颗球，再三颗球，拿下这场比赛小组赛的第一胜。好，哇，这个部分，好，我们看周天成发球。好，周天成发一个短球 ，Felix 后场回高球。好，这个部分，哇 ，Felix 一个垂直扣杀，周天成守住了。双方往前的交火 ，Felix 这球回球再往前，哇，这个高度太好杀了，直接被周天成一个就是小小的点掉啊，得分19-10了，19-10，再两颗球，再两颗球，再两颗球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没错，再两颗球，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帮周天成加油，再两颗，更能量 ，OK， 再两颗，周天成发球，发一个短球。好，这个部分呢，再往前，后场的一个垂直起跳虚攻，啊，这个部分有机会，一个垂直杀球，再一个杀球，连两个杀球，杀杀杀 ，OK， 20-10，20-10，这球裁判好像判界外哦，这球裁判判界外哦，19-10更正，19-10，然后要鹰眼挑战，因为裁判好像判这球杀球是杀出界，啊，那周天成呢？稍微休息一下去做挑战。好，我们看一下，没有 NOD 的话，你可以点影片底下一个红字，好，在影片底下说明栏，你可以去看到免费观看的连结。OK， 那这球呢，判断是鹰眼判决是在硬的，好，所以是20-10了，20-10，各位观众听牌啦，听牌啦。好，周天成再赢一球，拿下第一场小组赛的胜利。20-10，好，周天成的赛末点。哇，这球双方呢在前场哦 ，Felix 非常想要拿分。哇 ，Felix 在前场跟周天成做平抽挡，这球是杀到界外吗？哦，对，没错，这球是在界外。20-11，20-11，没关系，周天成还有九个赛末点。哦 ，Felix 的发球，哦，没关系，小天不急，慢慢来。好，这球掌握打斜线的扣杀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21-11。总结来看的话，周天成第一局21-12，第二局21-11，拿下了这场小组赛的胜利，拿下了这场小组赛的胜利。果然直落二，果然直落二把他 KO 掉。OK， 直落二没有让对手有好再打一局的这个余力，直落二拿下了小组赛的胜利，拿下了这场小二了，礼拜二了。好，明天是轮休的。OK， 还有台湾的后打器，我们快速好正。OK， 可能会看到一个新功能，就是在直播影片结束以后，你可能点我其他影片，你会看到我影片底下会有一个爱心的图案，这个爱心的图案叫做什么感谢按钮。那感谢按钮它其实就是一个打赏的功能啊。那你如果觉得说，哎，小林的这个直播提供了我很大的帮助，给我很大的一个哪里可以看连结的话，你可以打赏我。那下面的这个打赏的这个金额你可以自己选。那这些都是自由的。那如果你自己是学生，那我就不建议你这么做，除非你很有钱。OK， 所以大家自由啦哈。你不打赏我，我也还是会直播，因为这是我的兴趣。那如果你打赏我，那就感谢你对我的这个直播的肯定，我会继续努力。好，所以跟大家讲一下。好，谢谢大家。哦，这个附带一题啊。OK， 好，那我们稍微把这个分数弄出来。
然后大概是这样子。好，那如果大家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要先去吃个早餐哦。明天几点直播？应该是12:30，中午12:30。好，那没有的话，我们就先到这边 ，OK。好，那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天早晨，好，或者是星期天晚上看时区，或者是星期天中午，好，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个直播见喽 ，OK， 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时光，拜拜。